事。你看你干的好事，这什么样子？哎，大惊小怪，你们牛奶还打破了，明明整好的，谁把你打开的？是不是哥哥打的？现在看起来一点就行了。等会啊，不觉得很好笑吗？有点生气吧。这谁搞的？你看，你看这什么东西？妹妹，没有了。洗洗，我还以为发生什么大事，把我吓死了。你还在用吗？我哭笑不得，他还在吃。别喝，不能喝了啊！好喝啊！笑呢。笑，那不看着妹妹，我在写字呢，你看我写字啊。你现在不能给她一杯，知道吧？可是妹妹她并不想喝一点点，她想喝很多很多。现在看着她喝吗？洗洗还能要